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旺，系我就旺。今日阿旺介绍一个咧，近住永门啦、培正啦，跟住巴斯高月华小学啦附近嘅楼盘嘅。呢、這个楼盘咧，就实用面积系非常之高嘅，全屋咧就多窗光猛嘅。咁睇之前我订阅同埋暗赞先啦。嗱，上到呢个单位啦，呢、這个单位非常光猛嘅，仲够千几尺嘅三房嚟嘅，佢全屋咧个厅咧。個窗咧就望翻對面噶啦，佢就成間屋冇開燈嘅，就非常光猛嘅。咁我哋睇下第一間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總共有兩個窗嘅，呢啲實用面積咧基本上都有八成之多噶啦。佢下面做咗個台櫃嘅舊式嘅風格啦，但我會建議全部拆曬佢噶啦。但佢嘅橫梁咧都冇嘅，你可以睇下。佢個廁所咧都非常光猛嘅，可以整到一個洗手盆啦、廁所板啦同埋浴缸嘅。佢浴缸入嚟咧，有一個叫做一排嘅入牆櫃啦，可以俾你用嚟收納翻你屋企所需嘅嘢啦。啱啱冇影過客廳，客廳係非常之大嘅。咁我再睇廚房啦，廚房係大家中意嘅廚房啦。廚房咧非常之大嘅，用一個 U 字型嘅設計啦，都非常之光猛嘅。咁佢櫃咧都整咗好多噶啦。咁我睇嚟廁所啦。廁所咧都整咗個浴缸啦，可以俾你浸浴嘅。我哋睇下第二間房啦，第二間房咧佢做咗個書房嘅橫額設計啦，但係咧你望出嚟咧，佢咧都非常光猛嘅。咁佢入牆櫃咧都非常之大噶，咁你擺張牀、擺個書台、擺個衣櫃，絕對係冇問題嘅。我最後一間啦，最後一間房咧，總共有三個窗嘅。嗱，依度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。保證你全屋都非常光猛啦！有時候，有啲人咧有兩個小朋友嘅話咧，咁中間咧會間開噶啦，整兩邊俾小朋友到獨立空間啦，都有窗唔怕話太焗嘅。咁佢全屋整曬櫃嘅，都非常之光猛噶啦。我哋而家落翻樓下先。我哋落翻嚟啦！大家睇個樓盤係咪好光猛咧？佢實用面積係非常之高，又近學校嘅。佢而家三房設計啦，佢而家800萬都唔使。如果你有興趣嘅，隨時聯絡我啦。今日我視頻到呢度啦，各位，拜拜。